哇，我心意一下去就停了、啊、哇，无天意战神又输了一个，哎呀，真是的。你看，你这太要慢慢来，你太紧张了，没有准备好就输了。对呀，妈妈自杀一次。战斗开始。吴信一下去，先左右撞了两次轮盘，哇，锵锵锵！冲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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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意战神对上狂野龙兽，再要打碎，打碎他！哦，天意战神好像快没力气了，果然天意战神又没力气了。天意战神又再一次被狂野龙兽所打败，看来狂野龙兽是很强的啊。哦、还有狂野龙兽啊！然后吴信义开始又耍赖皮了，看人家赢又要给人家拿走了。人家才比较强，让我把这战斗陀螺。哦，现在开始改装战斗陀螺，用狂野龙兽。嗯，锵锵锵。哦，吴信义在装什么秘密武器？我怎么都装不进去？可以吗？好了。换吴信义用狂野龙兽。战斗开始！还有天意，哇！是谁被爆裂了？是我的吗？欸、原来吴信义的狂野龙兽瞬间就被爆裂了。在这里啦。在哪里？对啊。不对吧？他的是紫色的、啊。是紫色的、啊。那哪里是紫色的？这是这个。不是啦，那狂野龙兽的那个塑胶的掉到哪里去了？我想要当成这个样子。看这里一个结晶轮盘，然后我刚是好像有一个跳过去了，哇！狂野龙兽跑进去。战斗啊！现在已经找出来。哪一个找出来？我刚有飞出去。越玩越少个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好，来战斗。没有了。我当拳状攻击，越来越强。战斗哦！我会输给你的。应该战斗开始。你的太大力了。打碎。都一下去就打到旁边，所以这样很快就没有力气。冲吧！暴风巨神。吴信义又输了吗？不行，这什么？这个是我的。等等，不行，要等他转完。什么？等他转完？你刚刚都赖皮呀、啊！看看，那是暴风巨神。战斗开始！哇！啊！你赖皮的爆裂了，自行爆裂。啊，等他。嗯，你自行爆裂了。等我。我、哦、已经超过六了耶。再玩两次哦，愿意再玩两次。好，这个几裂了。哦，还有一颗神力圣剑。那、啊、你那一颗收起来啊。这个是神力圣剑，爆裂时代。迷失神枪吗？迷失神枪没有买啊。迷失神枪是流的，是流口水的。战斗开始！哇！双头攻击！嗯，神力圣剑。